第十届家居潮流博览暨家私及室内设计展已经在去年的12月24至27日驾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顺利举行。当日会场的气氛非常之热闹，盛况空前，尤其是我们设计情报中心的摊位更加是人潮汇集。一直以来，设计情报中心都竭尽全力，精益求精，务求为客人创造一个完美的家居，难怪咁多人都慕名而嚟啦。近年楼市兴旺，连带室内设计项目的数量都大增。作为城中知名的室内设计品牌，不少客人都嚟向我哋嘅同事查询，希望设计情报嘅专业服务团队能够为佢哋创造一个最理想嘅家居。我哋嘅设计总监陈礼善先生亦都亲身嚟到现场，同咁多位同事检讨翻展览会嘅工作，激励一下大家嘅士气。我哋设计情报中心上下一心，在嚟紧嘅一年会继续努力，致力为客人提供最完善、最贴心嘅服务。